原标题打仗最厉害国民党将领保持 80% 以上胜率，让解放军两位元帅遭败绩三年内战，在国人印象中是摧枯拉朽。很多国民党将领中的抗日名将到了解放战场完全是外战内行，内战外行，最后起义的起义，被俘的被俘，结局让人唏嘘。试问国民党中有没有对阵共产党的常胜将军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有。此人保持了对共产党军队 80% 的胜率，这个人就是傅作义。从1945年绥远战役开始到1948年平津战役前，傅作义保持了 80% 的胜率。傅作义是以守城著称的，在军阀混战时期，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的涿州之战，傅作义带领几千人面对张学良指挥的50000多东北军，外加毒气和飞机，遭围攻2个多月，直到最后双方和谈解决。抗战中傅作义更是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，特别是远距离突袭更是打出了百灵庙大捷、五原大捷。而真正让中共对其有深刻认识的是1945年的绥远战役，当时是日军投降后国共双方抢占地盘的关键时期，中共准备抢先发起进攻，集中了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司令聂荣臻的9个旅、晋绥军区野战军司令贺龙的5个旅的优势兵力，发动绥远战役。面对优势兵力，傅作义命令各军不与聂荣臻、贺龙正面作战，而是退守中心城市，坚壁清野，筑垒坚守，伺机反击。最后傅作义的6个主力师退到了归绥城，而贺龙、聂荣臻集中11个旅围攻归绥。据守归绥的傅作义并没有采取一味的防守，而是采取了以守为攻的战术，10多天内先后的对解放军发动了5次较大规模的反击，延缓了解放军的攻城准备，双方开始陷入对峙状态。贺龙、聂荣臻虽然兵力占优，但是终究无法攻下归绥。当时在-10几度的塞外严寒中，解放军衣着单薄，生活保障困难。1945年12月13日，聂荣臻下达停止绥远战役的命令，各路解放军撤回根据地，返回搜捕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